兔年的喜慶星是飛臨在正北這個位置的，這個星是可以助旺所有的喜事的。換句話說，譬如拍了拖很多年很想拉埋天窗的朋友就應該催旺這個位置了，又或者結了婚想添丁的朋友，這個位置也是對的。最好放什麼呢？就是果實類的植物，尤其是過年期間大金、大吉、五代同堂果都是合適的。將這個位置又或者放一盞紅色的燈都會可以喜上加喜㗎。